哎，思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。聊天室，难得礼拜一开台啊，给我个难忘的礼拜一夜晚，来喽！思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 ，Go！ 哎，没点到，这个是一个契机哦，没点到就代表说这个很顽固哦，会电人哦，会电人哦，这底牌会电人哦，我要不要戴个手套？好啦，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 ，Go！ 哇，真的是四绿一蓝啊，失败。OK， 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刚刚第一次有可能，那张底牌刚刚会电人，可能是静电，现在这一次可能是真的闪电了，可能真的闪电了。好了，来了，今天的第二次，今天的第二次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次，合成红蛙。啊，合成蓝蛙，抱歉，四绿合一蓝，闪电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做法一下 ，OK， 可以，闪电闪起来，又被电到，闪电闪起来，有吗？闪了，有没有？就跟你说，第一次他只是很顽皮的，假装是静电，如果我没有压起来的话，这张葛铃就不会出现了。OK， 为了这只葛铃，我等一下马上去电葛铃。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，第一发 ，Go， 闪，哎，四蓝一绿，哎，哇，我想说会闪呢。如果闪了的话，就漂亮的哦，因为那里面的卡池，哎，那里面的蓝卡我都有了，我就停牌了。OK， 再来，第二发四绿合一蓝，第二发四绿合一蓝，来啦。第二次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 ，Go！ 没闪啊，哦，很虐心呢、欸。再来第三次，聊天室，刚刚前面几次，前面两次你都没跟到的话，这一次应该要跟了，这一次应该要跟，要跟着念呐、啊，要跟着念呐、啊，好不好？第三次四绿合一蓝，闪电来了吧，该来了吧。闪起来！好，再来，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，第四发，我不相信，游戏局子会这样对我，应该要了吧，来喽！其实我有点害怕，不敢点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第四次闪电闪起来，这一次闪起来，马上开个卡池吓吓大家，好不好？开个卡池吓吓大家，感应到刚刚可能前四次在充电呐，我可能按太快了，现在先让它充电。应该充够了，应该要闪了。好啦，最后一次不啰嗦，最后一次蓝变，等一下合完我们合娃娃，四绿合一蓝，闪电闪起来，好想要慢波兔哦，那慢波兔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好，我尽量把脏话收起来了。我今晚尽量把三话收起来了。娃娃，今天的第六次了嘛？这只分身的第六次合成蓝色的四绿合一蓝，希望可以闪电啊！虽然说我这只的蓝蛙我要的都有了，我有黑长者啦，来啦，闪电闪起来！哇，这个真的四绿一蓝，又是这个不好的兆头。今天的第七次啊，荷兰，这个是账号第七次来了 ，Go， 四绿荷兰，闪电闪起来，这个咒语我深信不疑啊，希望可以让我从此以后也继续相信下去，闪电闪起来 ，Go， 闪了，漂亮，难道有葛林吗？又葛林吗 ？OK， 这只我有了。来啦，今天最后一次啦 ，OK， 相信聊天室的各位的集气我已经收到了，应该是没问题啊，特懂哎，来啦，今天的最后一次四绿合一蓝，
希望可以看到今天最大的一个蓝闪电来喽！四绿回蓝，闪电闪起来！没有啊，哎，是巨人哎！如果是闪电的话，就是可以合了哎！哇，这个就不用集气了，有种！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喊话，有种你就给我失败，失败了我会欢呼啊！第一次失败会欢呼的，好了，来了来了，第八次欧林日记制作失败 ，Go！ 哦，这个是另类的失败，你知道吗？他跳成功，但是其实那是另类的失败，所以说我们连续制作失败止步于第七次啊，我们没办法挑战第八次，我很遗憾呐、啊。神官法袍而已，我只要神官法袍就好了，因为我。身上还在穿那个绿装，算了。我要看神官法袍，哇，这个我可以用吗？啊，这不能用，哇，三个都可以用哎、欸。这漂亮，这漂亮，哇，这个就是好的开始啊，这个就是好的开始啊，好啦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我希望转到神官法袍啊，当然你要给我这些我也是可以啊，那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出紫色这个我也可以用啊，巫妖斗篷，这个很扯啊，这个很扯啊，哦 ，OK OK， 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这个账号第一次要上电视了，真的，我今天我觉得气已经来了。刚刚那个合成那个什么蓝蛙，合成蓝变那个都是祭品，对，这个才是真的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好，来喽来喽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哦。有点紧张。杨恩士，准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吧？要开了，要开了！神官法，恶魔王魔杖，我要把杨恩士每个给我打五卷的，一个一个崩掉，妈的！谢谢收看，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。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P的消息，欢迎到 Twitch、Facebook、Line at Gameplex 上面搜寻小P的账号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小P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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